que morro.矿头在哪里啊？我记得好像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东北。什么比赛啊？你叫我去参加世界杯吗？他不是为了给你们直播，我还真去了。在哪里？我准备攒10万一晚，好难攒的。我一个小主播就不凑热闹了，等你们帮我关注点的50万，我就去给你们赢一个。算了算了，不能继续吹牛逼了。这个空投丢哪里了？我记得当时我瞟了一眼，很近，没仔细看，因为我知道楼里有人。难道丢那边了吗？三号楼后面哪有那么近？N 港没有那么远，我感觉。好，我看到了。哎呦，我这一手摩托车开的真的是溜啊！我都服我自己，我去看人了，没看到车。他给他补了 ，AUG 没打赢 UMP9 是不是？他在哪里打的我？难道他到山上去了吗？这个教练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我不知道他几个人，是否包教了我？往后拉一点。哎，摩托车开得太丑了，当时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两个，我看到了。他们不是一队的吗？看到AUG 赢了，哦，不是 AK 赢了。哇，这边很多人，G 港 N 港的来了。哪边赢了我再打。哎呦，